当有一位委员长说还在问你，你时间到了，你时间早就到了。当天呢、啊，你就呛我说那到七月底还没有到，很大声的、啊，我有看到电视啊，我好怕我，我真的好怕。你有那么了不起吗？这个叫做什么秘密？难道你的薪水也是秘密？你花了什么？你的特资费也叫秘密吗？胡说八道！我跟你讲哈、啊，你不交给我，我就不审。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有司法组的吴组长，他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他就帮他在护航。当我们跟你们要资料的时候，这又是机密，讲的是什么话？心里有鬼，何止？吴组长，是委员好。你表现很突出，在卫环我看过这样。当有一位委员讲说还在问你，你时间到了。我不知道你的高傲到什么程度哈、啊？在今年七月十九号，国民党团开记者会，我问，要求在去年七月十九号审查的时候，21位审查委员有15位委员附带条件通过，要求第三条哈、啊，第三项他说专案核准制造期间每月提供安全性监测报告，并于核准后一年内啊，送检国内外执行疫苗的保护效益的报告 ，effectiveness 的报告哈、啊。然后呢，当天呢、啊，你就呛我，说那到七月底还没有到，很大声的、啊，我有看到电视啊，我好怕我，我真的好怕。你有那么了不起吗？然后。外媒林委员问，8月5号，今年啊，发函给你们食药署，询问高端疫苗保护的效益，你们就说，啊，已经在7月27号送检报告了。我们党团，我请我们党团的助理跟你们要，结果你们说，依药事法第40条之一的规定。厂商营运秘密资料应予保密之，又变成保密了。这个需要保密吗？吴所长需要保密吗？厂商交给我们的资料，我们不会帮他公布。但是其实高端他自己已经将他的保护效益的资料公布在他们自己公司的一些网站，所以其实我们立法院我不想。接触到厂商，那你跟他采购，我们今天跟你要，你就必须得回答。这个叫做什么秘密？难道你的薪水也是秘密？你花了什么？你的特资费也叫秘密吗？胡说八道！我们会厂商完全交齐这些保护交易资料，我记者会要求的这个东西，高端的有效性报告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吴署长，你请回。我们给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给我？2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应该是在10月底会把报告交过。7月19号就应该要交出来了。他因为经过审查，而我们要他补件是在八月的时候，所以到了十月的时候就应该会。2个月也是9月底啊。2个月，你不会算数啊？7+20几啊，9月底啊，那就交2个月啊。我跟你讲哈、啊，那你们的决算跟预算啊，你不交给我，我就不审。尽快把这份报告交了。哎，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有司法组的吴组长，他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他就帮他在护航，自己讲的。去年在审查 EUA 的时候，一年之内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当我们跟你们要资料的时候，说这又是商业机，这又是机密，讲的是什么话？心里有鬼。我再请教一下，这个很严肃了哈。高端到目前为止，送了多少货给你们？505万剂都全部交了，都交了，全部都交货了。是打了多少剂？打了305万剂，300万剂，另外200万剂，都销毁了吗？
没有，其中有150,000剂是捐赠出去给索马利兰，那耗损的部分也差不多有150,000剂，其他大概都借钱，大概销毁的至少有35%，对不对？差不多170,000，对，就是175,000，就是35%，差不多。今天你们说你们全部销毁了6.5%，按照世界，你们刚才又我也提过，世界是10% ，OK。但是高端，各位再听一下，销毁了35%以上啊，好不好？两个数字一比就知道了嘛，是不是？居然要他自己承诺在审查 EUA 的时候要提供有效性的报告，食药署长的护航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啊？真是心里有鬼啊！这个报告出来，我讲难听叫可耻。我跟你讲，我再请教一下哈，你知道各位高端疫苗都是自己造的吗？原则上就是自己造的，没有错。我有一个数据哈，500,000剂，总共是500+几万剂啊，大概505,000剂了，是差不多。505,000剂里面，156,000剂是高端自己做的，另外344,000剂是台康东洋代工的。对，是还是不是？是。换句话说，这个我跟你讲，高端啊，自己的生产规模根本是没有的。自己的生产规模根本就是没有的，代工将近三百五。自己生产150，当初会给他这个合约，我真的觉得，哎，没有鬼才怪。在我在这边啊，跟法务部的次长讲啊，还有金管会的副主委啊，当财委会要求移送高端交易异常的资料，金管会刚才自己再想了一遍，移送了9次的资料，法务部。你们检察室那边不查就是不查，两个礼拜以内给我一个报告，为什么不查？那个薛部长，今天啊，有几位民进党委员呢、啊、在护航啊，说这个价格啊，好像疫苗采购价格的大家都在胡掰的哈、啊。我念几个相关的数字啊，在今年啊，就上个会期。上个会期啊，是三月多哈、啊，3月8号吧哈、啊，在陈时中部长在询答的时候，在总咨询的时候，我问他这个高端疫苗一剂价格多少，他说800多，然后他后来我就说单剂是871还是881，他说差不多，啊，这是陈时中自己说的啊，然后李德伟委员也问他 A 粒啊要多少钱，陈时中自己说 A 粒的疫苗啊大概有不同的价格，大概是5元到7元，这当然讲的是美金了哈、啊。然后问他讲说莫德纳呢，陈时中讲说30几元，这些数字啊不是在野党委员大家掰的，而是陈时中啊。你自己在询答的时候讲啊，我只觉得陈时中自己高兴的时候他就讲，不高兴的时候，当我们要求审计部你要去就疫苗的采购效益预算使用的给我们一个报告的时候，他讲卫福部讲说哦这是机密，拿这个来搪塞，拿这个来回避哈、啊。所以大家今天为什么会对卫福部很不爽？你们高兴，他说哦，就像在疫情的时候，你讲了不该讲的话要罚，他自己到周一扣的节目上去讲了更多不该讲的话，他该不该被罚？这个永远在这个搞双重标准哈、啊。我今天想请问一下哈、啊，你们这个疫苗的采购的过程里面，你说是机密啊，大家。大家不能看。请问你们卫福部里面还有行政院里面采购的人员谁看过？卫福部里面大概就只有我们几位。好，那谁？好，那谁吧？不讲，
讲清楚，部长一定会有会看过，部长、署长会有，署长会看过、，CDC 这边会看过，还有呢？两位同仁哈、哦，那在跟这个厂商议价的议合约的，那你是主管的市长，你看过没？哦，我有看过，你也看过，是，还有谁看过？大概就这样子。那我请问你哈、哦，从宪法上的规定，立法院跟监察院就是监督你们的，军事采购的机密。严不严肃？很严肃吧。我们在财委会要看个别股价的时候，当有弊案的时候，都是开机密会议，都拿出来。只有你们不能拿出来。人家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都通可以看，是剩下是你要保守这个机密。我现在想请档案局的局长来一下。局长好哈，是委员好。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哈，机密是怎么机密啊？不，保存跟保密有什么不一样？第二个，机密分哪几种？是，保存您现在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个文件本身，它应该要保存的时间，所以会依照它的性质跟价值去区分。那我们现在有分成永久保存跟定期保存两种。那至于保密呢？它分成四个等级。有很多保存的是一辈子都要保存的，是属于永久保存，不是只限于30年哦。是，对，就像那个新竹科学园区的那个给林志坚的案子，那案子，还有中科，我们这个会行一定会查。那个保存他说不见了，那个保存这电子档是永远的。变成那胡说八道，真的是。我们对于永久保存有订定一些要件，包括对国家所做的重大的决策，或是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或是舆情关注的案件等等，都有可能变成永久保存的案件。你可不可以那个陈华长说，机密分成哪几种？有四个等级，那三个等级是属于国家机密法里面所提到的绝对机密、极机密以及机密三种，另外一个是所谓的一般公务密。那是密这样子哈，所以有四个。其实我都很清楚，因为至少我今天都把资料都，我这边都有这样。高端的这个商业合约啊，商业合约，他们是商业合约，保密要多少年？需要保密吗？一般来说，如果是属于公务密的话，它本于法令或者是契约有保密的这个要求的话。那我们任何的采购案子，只要立法院或审计部要去查，就说保密，你就完全看不到。是不是这个意思？报告委员，这是另外一个有关于档案机密档案的借调的问题。那如果是依法有权调用的机关，可以备函请原本核定的机关去提供。那当然，刚刚部长也有提到，假设有保密要求的话，那一样依法检调的单位，他仍然要有保密的义务。好，据你所了解，部长你也来说，你刚才我听到你回答别的委员说，高端保密几年？五年，莫德纳几年？莫德纳他是不同意，就说你刚才讲过几年嘛？没有，我莫德纳你刚才讲，我记得好像七年是 Novavax， 我再讲一次哈，高端跟 AZ 是五年 ，Novavax 是七年 ，BNT 是十年，莫德纳不同意这一个解密，莫德纳怎么样？不同意说有期限。再解密，这个合约我没有看，我也没有办法去做评论。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很奇怪，像卫环委员会或者我们审查你们预算的财政委员会，我们要开机密会议都看不到。我跟你讲，国防部在我们这边开，我们都要看。我跟你讲哈，我现在在这边讲，你们回去做研究，档案局也帮我做研究，分别一个月以内要给我报告。当有商业合约牵涉到机密的时候，审计部、主计处、立法院可不可以看？这个当然，你看了以后，你不能对外讲哈。三位请回，咱们那个卫福部长请留下来一下哈。我想再时间暂停一下，我们请那个食药署的署长，请食药署署长。